大家好，今天在耳湾的 Solis Park 验房，这个是卖的最快的一个楼盘。咱们首先呢绕房子一周，会看到呢这个房子后面是有车道的，在车库前面，而且有大片的这种绿化，现在还没种起来。侧边呢全是窗户，采光非常的好。整个房子呢2700多尺，是一个四房的。看房呢先看地块，在这个方向呢是水上乐园，门前有大片的这种绿化带，还没种起来啊。在这个方向呢是小学、初中、高中都是可以步行的。然后从房子后面的方向往后走呢，那边呢就很容易到泳池、会所、公园。我是在耳湾做房产的 Chris 刘，现在呢咱们进房子看一下。整个房子呢里面大概含了10万的升级，然后地板呢全都是这种防水的地板。整个房子呢有一个中央的侧院，所有的窗户都是围着这个侧院的，而且咱们看这个采光，周围全是这种大的窗户，非常的亮。新房子在看地块的时候呢，房子都没有建起来，所以这个时候很多都是靠经验。然后这个电器呢都是 Wolf 的这种大品牌，整个客厅非常的敞亮，全是大窗户。咱们看中央这个侧院，面积不小，而且呢没有遮挡，可以看到这种大片的天空。另外呢这个地方呢铺上草坪或者是做上硬化，在这里喝个茶非常的舒服。这个是呢四房两厅的一个两层的独栋，在一楼呢有一间卧室，这个带有独立的卫生间，从卧室也是可以直接看到这个院子的。这里呢是衣橱，这个是卧室独立的卫生间，带洗浴的。然后我们出来之后呢，外面还有一个客卫，这种设计呢是目前最流行的一种设计。然后呢在这边有个门可以直接的通向车库，我们看一下，这是一个两车位标准的一个车库。在车库后面呢这个是车道，这种地块非常的少，整个楼盘呢也只有这么几栋。这个车库里面呢它装了这种太阳能，还有这种备用的这种大电池，当停电的时候呢这里会供电，所以这个也是目前一个非常棒的设计。这边呢就是它的一个 tankless 的 water heater， 就是热水器，给房子提供24小时的热水。现在呢咱们上到了二楼，二楼有什么呢？二楼有洗衣房，有额外的一间客厅，还有三间卧室，主卧也在这一层。现在呢咱们去看一下，这个是洗衣房，洗衣机和烘干机呢是左右摆的这种，然后这里面还有一个大水盆。这里呢就是二楼的这个客厅，然后四扇窗户，同时呢可以看到远处的天空，还有下面的这个院子。在这个客厅旁边呢就是它的一个主卧了，然后客厅前面的这扇门，进了主卧之后呢会看到这个是主卧大的卫生间，然后这种浴缸和站浴都有的双水盆的一个设计。然后这面大窗户呢是可以看到阳台，所以这个透光性非常非常的好。这边呢是主卧的一个衣橱，同时呢这个主卧呢是带这个阳台的。现在咱们出去看一下，这个阳台的面积非常的不错，你看这个侧边可以摆一整组的这种沙发还有桌子。然后往这边看呢就是远处就是那个公园嘛，然后门前呢到时候这一大片的这个绿化做起来，整个视野非常的舒服，而且跟别的房子间距都很远。现在呢咱们去另一边看一下，穿过这个客厅，穿过这个走廊，这边呢有两间卧室，这是其中的一间次卧，四个窗户，两大两小。然后这边呢是它的一个衣橱，这边是两个次卧共用的一个卫生间，然后这里面是带浴缸的。这样的房子你喜欢吗？更多的问题可以看我的朋友圈或者单独来问我。感谢您的观看和关注，咱们下次接着聊。